因为从你大主角全都那种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趴着的大瓜。今天我买了两份牛角干，我们用来蒸鸡哈。现在一半就炖了。好，再用一个铁刀刀抓起抓起，洗干净点哈。洗干净了，擦好水，放入牛蹄，来点老姜、料酒，擦好水了，把牛蹄弄起来。来清洗一下，我们锅里来点油，我们放入姜葱段，我们把油渣都捞起来哈。锅里再来点油，别等了，别等熊了，我炒上去。来点冰糖哈，加入长江水，加入牛蹄。现在捞卤料，再来刚才煎的油，我们盖上锅盖炖两个小时，两三个小时就炖趴了。那你火烧熊点下就，要慢慢炖，你不晓得。哇，骨头都炖出来了。我两个吃的跟你差不多了吧？嗯。因为是我们大主角，全都那种香。吃完了，就留的，要摘一下。拿着肯定才舒服。哎，你们两个，你两个打火肯定啊。肯定分成两个。